我刚刚一个回头，哇，你好美，就是那个光打下来，有没有？我有花钱啊，你想哭？有一点我看到台下已经开始有抽卫生纸的了。什么臭味？抽卫生纸？臭味？臭味？我有什么臭味？臭味？因为他刚刚一直排气，刚才整个那个休息室都是那个什么有沼气的感觉。又干我？你不是说你一直在放大放大吗？因为今天肚子很不舒服。好啦，等下帮我讲一下，我擤个鼻涕好不好？好，我可能会有点大声，你们要大声一点。好。好，现在表演的是擤鼻涕。我是不在意，正向积极的节目。对啊，这大概是整段大家最想看的。我不会讲。哎，开麦口，我们的都是这样。你吗？哪一个字不开心？哎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感情的流露都是很真挚的。虽然就是写歌的这个作者呢，就我很喜欢，我从小就很喜欢他。你看他写出一个这么感人的歌。无关他的私生活，他的情感就是这么真挚，我真的这样觉得。所以就是我们就一起感动那种在歌里面的美好，然后去转化到自己身上。因为像其实我听很多歌都会哭啊，记得回来。对，你不能看那个 MV， 我知道。哭哎、欸，因为我通常都是别人叫我记得回来，我就没再回去了。好听哦，我今天不要唱。他们也会唱哦，很多啦，就是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中也有一首歌是你们听了会觉得哦，很被安慰到的，或者是很触动到你们的。譬如说我去年的时候，30岁的时候，我最有印象的一个歌是《而立》，对，我觉得他写得很好，就维迪安的歌，他的歌词写得很好。长越大，你越会发现说，学会放弃有时是前进。所以今天演出就到这，谢谢大家。直接放弃，这个歌，因为后面这个歌呢，它原唱是在现场，然后我本来是想说，就是怎么说，就是让他来一个措手不及，怎么知道有大嘴巴，他，然后歌手现在也蛮，我听说有歌，他说怎么知道？他说因为你们的团员里面有这个人，我说哎、欸，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说？可是你要说，你说打电话，你要报警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这个歌手呢，就前阵子我们一起算是帮他制作了一个歌。我再讲一次，你们看得到我吗 ？OK 哈，因为我比较矮，这个可能会挡住。确定？因为我站着跟坐着其实没两样。OK 哈，因为站着很累，你别闹，好累。对，然后反正就是他是我算在直播这个。这个领域里面，我听过我觉得最好的声音，直接大得罪。哎、欸，我们台上还有两个人，没有，你们晚上还有4个人。对，没有，这我觉得有时候欣赏是这样的，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欣赏，对不对，浩俊？对，浩俊。我在直播间有人叫他名字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譬如说我欣赏你们的角度就不一样，我觉得你们都是。很认真、很努力的长出自己的样子，正在。但是这个人的声音呢，是他已经有自己的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好这首歌呢，我也觉得我唱比较好听。不，然后就是，我在认识他，要准备要帮他制作他的新歌前，就是我就有认真听，这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。这样，那我刚才有跟他开玩笑说要不要上来唱。然后，因为他无时无刻都是装法好的嘛，我不太确定，还是他根本就知道有这首歌，所以他就先装法好，我不是很确定。那这样子，我先唱，我唱完之后，下面的歌给你唱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好吗？那我们那个一起给填一个掌声，这样。他是，就是我前阵子呢，
有配唱到的一个歌手，然后制作是一真嘛，帮他做编曲这样。这首歌叫我说的离开不是离开，但我没有唱那个歌，因为那个歌比较难唱，我们唱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歌，因为歌手本人自己都觉得很难唱嘛。我在配唱的时候也是在外面这样啊，紧因为那个真的太难唱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听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一首歌的 Reels 很少人就是能唱，他还特别来我这边录了一个原 key 跟降 key 的版本，因为不然大家都唱不了。但是呢，很惊吓的一件事情是他唱原 key， 到底有多力求表现？我想说就唱看看嘛，然后就唱上去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走音乐这条路也是，制作也是，那就做做看啊，就做着做着做着，哇，岌岌可危。所以就是大家要慎选你们的人生跑道，好不好？我就是你们的一个明镜，你们懂吗？明镜文送给大家这首《不安全感》。